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我哋喺度庆祝我哋教会43周年。神喺过去咁多年都一直祝福我哋。虽然今年我哋唔可以翻去教会一齐去庆祝，但系今日我哋知道神就喺我哋嘅心里边，亦都喺我哋唔同嘅屋企里边，我哋一齐去敬拜佢。因为呢，神是无处不在。在我教牧心声的文章里面，我写了一篇文章，是引用了历代志下第7章第14节，这里这么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就让我们在这个的周年大会里面去感恩，去谦卑回到神的面前，去祈祷仰望求主医治。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过往40多年，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不断的增长，为此我们感谢你。今年好特别，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去庆祝，但我们心里面充满感恩，因为我们在个别的屋企里面，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去敬拜，一起去庆祝。因为神你是无处不在，处处都在。我们求天父在今年里面特别帮助我们去思想，怎样去回转，怎样去归向你，谦卑的在神面前祈祷，以致神能够医治我们，医治我们的大地，医治我们的教会，医治我们每一个的人。求天父祝福我们今天的崇拜，让今天的崇拜成为多人的祝福，一起的去纪念神的恩典，去仰望主你自己。祈祷感恩奉主的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庆祝教会的周年纪念，要向主献上感谢和颂扬。虽然疫情使我们不能够聚集，但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网络同心敬拜主，仍然能够用诗歌一起歌唱赞美主，称谢主的护理和保守。愿一切尊贵荣耀与颂赞归于全能的父神，赐人生命的圣灵，我们教会的元首主耶稣基督。
上主对我们的眷爱从来都未曾改变过，上主的恩手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每一日都是丰富的。愿我们从心底里面发出感谢，因为耶和华以勒，上主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正主对教会的爱和恩典，环境从来都不是我们的限制，我们仍然可以竭力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常存感恩的心与主同行，将生命献呈给我们天上的恩主。在我心中有千百万心声，来呈献给我天上的主，愿赞美颂扬都一一归给你，主你是伟大完美，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恩，来
情献给我天上恩主，愿见证传扬主恩典多么美，感激你常顾念扶持，齐真心情献。Thank you.
各位弟兄姊妹你好，现在又到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圣餐。我们为什么一个月一次，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很珍惜这个时间，每一次能够回来教会一起呢，是分享这个杯和这个饼的时候呢，感受到一个群体。但很可惜，在这个的疫情的当中呢，你和我都不能够回到教会一起去分享这个的圣餐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仍然是透过这个网上的方法咁咧嚟去庆祝呢个圣餐，咁咧我希望大家已经喺你屋企攞到呢一个嘅杯，呢个杯咧就我哋平时喺两个月前我开始用嘅时候咧，就系、是、有葡萄汁啦，然之后喺上边咧有一个嘅饼嘅一块嘅一个威化饼，咁咧就代表主耶稣嘅身体同埋主耶稣嘅血。我哋如果以后呢，如果我哋仍然系要用呢个方法呢，请大家呢返嚟教会，我哋一起嘅嚟去攞到呢个之后呢，返到屋企呢，就喺呢个圣餐嘅时间呢，我哋一起可以嚟去纪念主耶稣。呢个时候我哋用我哋低头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因为呢，我哋今日能够庆祝呢一个嘅教会嘅堂庆，亦都能够有呢个守呢个圣餐，系意义深重。因为教会嘅设立就系为着高举耶稣基督，而基督耶稣就喺佢离开呢个世界上，喺佢未走上十字架嘅路之前，佢咧就设立呢个圣餐。以致呢，我哋能够透过圣餐纪念佢为我哋舍弃生命。求天父帮助我哋今日喺教会嘅堂庆，特别纪念到呢个教会系建立喺主耶稣基督佢嘅奉献，佢喺十字架上流出佢嘅宝血，佢嘅身体被我哋刺伤，以致我哋今日能够有永生嘅盼望。求你帮助我哋度过呢一个疫情，俾我哋能够更加亲近你，更加明白到主你喺十字架嘅大爱对我哋嘅意义。我哋祈祷感恩，系奉主耶稣名求，阿门。昔日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分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杯里面他说这个杯里面所藏的、所承载的，是代表我的血为你们流出，你们会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耶稣基督透过这个饼和这个杯，昔日他们所用的逾节晚餐的代表性的食物，来去预表他自己将会来我们舍弃他的生命。我们今天就跟着主耶稣的教训一起的去纪念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去领受。这是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的。
我一直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爱子主耶稣流出他的宝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赐伤，为着给我们能够得着永生，也都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求天父保守我们在这个的疫情当中，虽然我们不能够回到教会，但在这个今天这个堂庆，就更加纪念到原来主耶稣建立的就是我们教会和普世的教会。原来教会好像一个明亮的灯台，照耀这个黑暗的世代。我们看见社会周围的暴乱，很多的罪恶，人与人之间的仇恨，社会的败坏罪恶。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呢体验世界那种的混乱，就更加明白到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的平安的宝贵。求主教导我们更加为主而活，藉着今天这个的堂庆圣餐的礼拜，能够继续的来去思念主，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荣耀你，将教会交给你。求你给我们早日能够即是回到教会一起的敬拜。我们祈祷感恩交托，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诗篇第122篇，大卫朝圣之歌。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那里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正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好像一座结构完整的城市。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都上那里去，照着以色列的定例，称颂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有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说：耶路撒冷啊，愿爱你的人都亨通，愿你的城墙内有平安，愿你的宫殿中有安稳。为了我的兄弟和朋友的缘故，我要说：愿你中间有平安。为了耶和华我们神的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乐。真爱弟兄姊妹，在我们思想神的话语之前，请我们一起来到去祈祷。真爱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当中，虽然不能够到你的圣殿里面敬拜，你仍然让我们可以透过 Zoom 这个平台来到去敬拜你。真爱恩主，在今日我们仍然恳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施恩典。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也都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得更多，让我们的心能够将你的话语藏在里面，以致到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祝福。神来主，在今日我们仍然恳求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对他讲说话，让我们得到新的恩典，有新的异象，新的祝福。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你，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过去一段日子，我不知道大家因什么事情你会是着药万分，十分高兴又兴奋的呢？会不会是疫情渐渐缓和，所以你卒之可以去到茶楼那里喝茶了？又或者因为缓和、你又可以和你的孙在一起来到去玩？又或者现在你可以出去行街了，可以来到去买你的心头号？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令到你着药不已，但是在诗篇122篇的作者，他就因为有一件事情让他莫名的兴奋，十分的欢欣。那究竟是什么事情，还有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咁让我哋今日透过诗篇122篇稍为作思想。诗篇122篇我将佢分成三个段落，咁我觉得佢系一个嘅倒影嘅结构。咁第一段呢，一至三节，我俾佢一个标题，因耶和华嘅殿而欢欣。咁而第二段系赞美神嘅民众。咁而第三段六至九节系我俾佢标题，因耶和华嘅殿而祝福其他嘅民众或者其他嘅人。咁当然啦，喺一个倒影嘅结构或者三文字嘅结构，最重要嘅就系中间嗰一段啊。咁啊，让我哋而家嚟到去思想一下啦。呢一篇嘅诗篇其实系应该话关于大卫嘅上行之诗。其实我哋唔知道系咪大卫写嘅，有可能系大卫写，亦都有可能唔系大卫写。咁若果唔系大卫写嘅时候，佢就会系可能系写俾大卫，亦都可能系写大卫有关大卫一啲嘅事情。喺第一节嗰度，诗人佢一开始就明讲，有一啲嘅人对我咁讲，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嘅殿去，我就欢喜。有一啲嘅人对我讲，我哋一齐去耶和华嘅殿啦，我哋上耶路撒冷啦，佢就话我就欢喜。咁而欢喜唔系普通嘅开心，而系十分嘅欢欣啊。英文嚟讲就系 rejoice。佢因为有人同佢讲啊，我哋一齐去耶和华嗰个殿嗰度嚟到去敬拜啦，佢就雀跃不已。咁然之后我哋可以思想，佢当然就会系安排预备，然之后咧就同邀请佢嘅人一齐嚟到上路。邀请嘅人亦都唔系一个人，咁好可能佢哋就浩浩荡荡。可能是好多家人，可能是几家人一起来到去耶路撒冷。咁而去耶路撒冷的路其实又不是真的好好走的噃。因为呢无论你是住远住近，我们都知道呢，其实耶路撒冷是在石安山，在个山顶那里。咁而在温哥华这里呢，我们知道 Grass Mountain, 大概是四千几尺，海拔四千几尺。咁如果我们是由即是Grass Mountain 大概是山底或者山腰嗰度行上去啦，咁上到顶嘅时候呢，其实我哋都需要好长时间，咁或者係气馁气喘㗎啦。咁而呢一个嘅耶路撒冷嘅山顶呢，其实佢係海拔3800尺左右。咁我哋就睇下，係睇下你係住喺边一度。如果你住得近嘅，咁而你住得近嘅地方又係比较高嘅呢，咁你就会舒服一啲。如果唔系嘅时候咧，条路亦都会系十分艰难嘅。譬如，假如如果我系住喺耶利哥城，耶利哥城距离呢一个嘅耶路撒冷城大概系25公里，咁所以咧，我大概系行六至八个钟，咁我就会去到。而且耶利哥城都比较高少少啦，大概系海拔900尺度，咁所以咧，我大概系要往上行3000尺咁上下啊个嘅高度咧，咁我就会到噶啦。咁但係如果我喺加百隆嗰度住呢，咁情况就十分唔同咯噃。加百隆距离耶路撒冷大概係128个公里。咁大概需要係三日嗰个嘅路程。咁如果我一路嚟到去行嘅时候有好多嘅山啦，可能係高高低低。咁换句话嚟到讲，纵使我係往上个高度嚟到计算呢，我大概要行上3200尺。咁但係如果计埋高低嘅时候，有时我要落山，有时我上山，咁嗰个嘅艰难程度呢就更加厉害啦。咁当然啦，如果你係行远路嘅时候，你又可能唔记得带嘢，又可能係忘记咗一啲嘅事情，咁嘅时候就需要有人嚟到去帮忙。咁但係我哋又知道喺昔日，无论你係由边一个嘅城市去呢一个嘅耶路撒冷，条路都唔係好容易嘅。譬如我哋睇一啲嘅图画，呢度就俾我哋睇得到有两幅嘅图画。咁呢啲嘅山路呢，其实都系由某啲嘅城市去耶路撒冷城所必经之路。咁我哋见到都唔系好好行嘅。咁而喺旧约嘅时候，咁嗰个情况系点样，大家就更加可想而知啦。咁如果我哋睇大少少嘅图画，我哋就见到呢一班嘅人，佢系行呢条路，亦都系可以通往耶路撒冷。咁但可能佢距离耶路撒冷比较远啦，咁所以基本上你都系见唔到耶路撒冷城。咁但系你就见到一条好长好长嘅路，喺周围亦都冇任何可以遮阴嘅地方啊，又或者铺头啊，又或者系酒店啊，
如果你咁样行嘅时候，你唔可以话我行咗两个钟吓，咁、我就入去一间茶餐厅嗰度食碗面吓，冇啲咁嘅设备嘅。咁亦都唔可以话我行多两个钟，咁我去到酒店嗰度吓，咁我又乘下凉或者系休息一下，亦都冇呢个设备。咁所以喺当日，如果佢哋系由屋企里边去耶路撒冷城，其实系一个好艰辛嗰个嘅旅程。喺旅程当中，如果我唔记得带嘢，咁就需要人帮忙啦，可能啊，又或者喺当中啊，我带埋我啲细路去嘅，啲细路仔又走失喎，啊，咁就更加会担心，可能你就要停低嚟到去搵啲细路啊，等等等等。咁如果系老人家嘅时候，好可能你亦都要将嗰个路程咧行嘅时间又要将佢摊长啦。无论系石路沙路高高低低，有时甚至你系睇唔到尽头一啲嘅山岭等等。其实呢条路啊，总括嚟讲唔系容易走。如果我哋从一个更高嘅角度嚟到睇嘅时候，我哋就见到好长好长嘅一条路，但系喺两边喺呢条路嘅前后中间都冇任何嘅铺头，你可以嚟到去买嘢啊，或者系休息。弟兄姊妹喺咁嘅情况底下，喺艰辛嘅路程过后，诗人同一班嘅人一起行，可能佢哋话啊，卒之我都到咗啦。经过艰辛嘅旅程，卒之嚟到耶路撒冷城啦。咁所以诗人佢就喺度感叹，咁佢就话：耶路撒冷啊，我们嘅脚站喺你嘅门外，我哋卒之到咗啦。然之后诗人佢又感叹。佢赞美耶路撒冷城，佢话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嘅一座城。咁昔日嘅城系点样嘅呢？大概系咁样嘅情况。我哋见到一座一座嘅屋，佢哋排列得十分嘅整齐，而最高嘅地方有耶和华嘅殿喺嗰度。咁呢个系另一个角度嚟到睇当日嗰个嘅模型。咁而呢个呢是根据新约的时候耶路撒冷城和这个圣殿所做的一个的模型。当诗人他在感叹的时候，当然其实就不是因为这个城的靓而感叹啦。诗人他说几好几好。很多时候写诗的人他都是以景而情，有感而发。我深信诗人在路上边同佢嘅亲友同其他嘅以色列人一起行，有讲有笑，彼此辅助，互相嘅照顾。因此佢有呢一个嘅深深嘅体会。当去到耶路撒冷城嘅时候，佢第一件事所感觉到嘅就系呢个城何等嘅整齐，联络得十分十分嘅好。难怪诗人佢到达嘅时候咁兴奋。咁而实际上今日我哋都知道，古时嘅耶路撒冷城的确系建造得十分整齐，每一间嘅楼房冇标旗立仪，令到我自己联想起今日嘅教会都系咁样。咁就好似保罗佢话，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就这样记载。在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标旗立仪，亦都没有要成为其他的人，亦都没有人单顾自己的事，更加不会置身事外，这个不关我的事。反而我哋处处显出，我哋都系有好重嘅归属感，同埋一个嘅拥有感。我哋归属呢个地方，呢个地方系属于我哋嘅，而我哋亦都拥有呢一间嘅教会。呢个教会亦都系属于我哋嘅。喺我哋嘅侍奉当中，我相信或者喺我嘅角度嚟到睇，最容易感受得到嘅就系 Alpha 启发事工。我哋动员超过100位嘅弟兄姊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都有他的岗位，而且我们都是按我们自己的岗位，按神所给我们的恩赐一起来到去服侍。我们十分的合拍，也都十分的享受。当然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诗人他就说众支派，其实是讲到很多很多的人。
城如果是没有人都只不过是死城，所以耶路撒冷城它的美好是因为城里面那个的民众，这个的民众诗人说是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咁而呢啲嘅众支派，呢啲嘅民众都系认识神嘅人，佢哋唔单止认识神，更加佢哋系经历过神嘅人，佢哋经历过神嘅恩典，经历过神嘅保护，经历过神嗰个嘅引领。其实喺今日道教会敬拜嘅众弟兄姊妹们，我哋都系一样，你必定系认识呢一位嘅神，所以你嚟到去敬拜佢啦。又或者你盼望你要认识这个神，所以虽然你今日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仍然来到教会敬拜这一位的神。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必定是经历过他的恩典和慈爱，所以你今日来到这里来到去敬拜他。或者你有很特别的经历，又或者你是经历过神的引领，为你解决一些你自己解决到的问题。当你向这位个神来到祈求的时候，他就来到去帮助你解决。或者你曾经得到他的医治，或者你在非常时期得到他的供应。但无论如何，你应该都经历过神赦去你罪那个的平安。你经历过从他而来给你那种的喜乐。弟兄姊妹，我们亦都来到去看诗人，他说因为这一班的人，他们经历过神，他们认识神，所以他们颂赞，他们称赞耶和华的名。奥顶姊妹，去耶路撒冷城，去这个的圣殿，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称赞耶和华的名。在今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主要都是要颂赞耶和华的名。我们透过我们的聚会，透过我们的敬拜，告诉周围的人听，告诉这个世界听，这一位的神值得我们敬拜，值得我们称赞。而诗人在这里又给了一个原因，他说因为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让我来到去联想到，如果城内有很多的人，但是没有公义，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的危城，都只不过很危险一个的地方，你入到去这个城市里面，你不会有平安，可能被人来到去抢劫，或者被人来到去伤害你。诗人他说，我们称赞耶和华的名，不单止因为我们认识神，经历过神，更加是因为在那里设立了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那个的宝座。那当然啦，这个的宝座不单止是指到大卫家那个的王朝，这个是一个表面。而有一位的牧者我十分同意的，他就说实质是指到耶和华，在这个审判的宝座同时亦都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所以在神的圣殿里面就有这个的施恩座，在那个的约柜上面有施恩座，代表在这里有神的审判，亦都有神充满遍地那个的恩典。就是因为神他掌管，他管理一切，无论他是施恩或者审判，因为是神他掌管的缘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亦都是因为神他掌管，不单止他掌管，亦都他永远是掌管，所以我们要赞美敬拜这一位的神。神他自己永远掌管，他不会离开你，不会离开我。神他会担忧，神他会管教，但是神他不会离弃你，不会离弃我。不单止是这样，这一位的神他总是以不死的爱来到去爱你爱我。保罗在这里其实明讲，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隔离我们和耶稣基督那个的爱。弟兄姊妹，只是盼望在我们的生活为人当中，我们不会让这一位的神伤心难过，我们亦都不会羞辱他那个的名。而且这一位的神，他亦都是按我们来到去接纳我们，
我哋无需要嚟到去满足啲乜嘢嘅条件，只系需要愿意嚟到佢嘅跟前，佢就会嚟到去接纳我哋。就好似诗歌咁讲，佢按我哋嗰个嘅本相嚟到去接纳我哋。我哋无需要做作，我哋无需要装扮，我哋无需要做任何嘅事情，满足任何嘅条件，先能够嚟到呢个嘅神面前。只要我哋愿意，我哋就可以嚟到去佢嘅面前，向佢恳求，向佢颂赞，佢一样嚟到去接纳。好，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要数算嘅时候，仲有好多好多嘅恩典我哋可以数算，但系正正系因为喺呢度有神佢自己掌管一切，所以我哋要赞美，所以我哋值得去佢嘅地方。就好似诗人当日，佢话当佢听到有其他嘅人嚟到邀请佢一齐去耶路撒冷城嘅时候，佢就雀跃不已。喺今日，我甚愿你同我都系尽心尽力嘅赞美我哋嘅神。当然唔单止系今日，而系无时无刻，我哋都尽心尽力嘅嚟到去敬拜佢，嚟到去颂赞佢。然之后落到去第二段嘅时候，诗人佢就话：你哋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虽然佢呢度系一个嘅呼吁，但系喺呢度我哋见到好特别，因为虽然只系有四节，我哋见到有两个嘅求，有三次出现平安，亦都有三次一个嘅祷告，一个嘅祝福，有三个嘅愿。我哋一起嚟到去睇一睇啦。佢话你哋要为耶路撒冷嚟到去求平安，呢一个求其实系一个嘅祈求，就系祷告。你哋要祷告神，让耶路撒冷有平安。换句话嚟到讲，让耶路撒冷唔受出边嘅势力或者出边嘅敌人嚟到去骚扰。然之后，诗人亦都有一个嘅宣告，佢就话耶路撒冷啊，爱你嘅人必然兴旺。其实呢一个嘅兴旺，亦都有系平安，有呢一个嘅休息嗰个嘅意思。当然，诗人所讲嘅唔系呢一个城啦，佢呼吁人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嘅人必然兴旺，爱你嘅人必然蒙福，必然得享安息。当然佢所指导嘅就系爱呢一个城里边嗰一位神嘅人。喺今日，弟兄姊妹，我自己亦都深信，倘若你同我爱呢一位神嘅时候，佢必定会大大嘅祝福俾你，祝福俾我。爱神嘅人必然兴旺，我哋必然嚟到去蒙福，亦都必然享受安息，享受安宁。当然喺今日有好多嘅时候，神俾我哋嗰个嘅祝福唔系好明显嘅祝福，而系变相嘅祝福。就好似我哋睇保罗佢嘅一生咁样，保罗佢一生受尽痛苦，最后仲要殉道，但系佢就好肯定咁样嚟到去讲，佢话从此之后有公义嘅冠冕为我嚟到去传立。佢话神安排咗或者预备咗呢啲嘅冠冕，唔单止系俾我，亦都系俾所有愿意跟从神嘅人，跟从神到底嘅人。喺呢一段有三个嘅愿，有三个嘅祝福。第一，诗人嚟到去为呢一个嘅城中嚟到去祝福，祈求平安。然之后佢又为宫内嚟到去盼望神祝福佢哋，让宫内嘅人嚟到去兴旺。然之后佢就俾咗一个嘅原因，佢话因为我弟兄同埋同伴嘅缘故，我要咁讲，愿平安唔单止喺耶路撒冷里边，唔单止喺耶路撒冷里边嘅宫内，或者系啲楼房里边，更加喺你哋中间。换句话嚟到讲，诗人佢为佢周围嘅弟兄，为佢周围嘅众以色列民嚟到去祈求平安喺佢哋嘅当中。
然之后最后诗人佢就话：因为耶和华我哋神殿嘅缘故，我要为你嚟到去求福。因为耶和华喺我哋中间嗰个嘅缘故，我要为你嚟到去求福。不过最嬲尾呢一个嘅求，并唔系祈求，而系寻求。换句话嚟到讲，诗人佢喺呢度讲，当佢要为佢嘅众民嚟到去寻求祝福嘅时候，佢系需要嚟到去有所付出。唔系净系话我为你祷告，我要做所有嘅事情，我要做我能够做到嘅事情，为你哋嚟到去寻求福祉，或者系寻求美善、寻求美好。喺开始嘅时候，诗人话有众人或者有一班嘅人邀请佢一同嚟到去前往圣殿，佢就欢喜快乐。因此，我相信我哋都应该彼此嘅嚟到去邀请弟兄姊妹，邀请我哋周围嘅人同我哋一齐奔走呢条嘅天路，让我哋彼此相助、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喺43周年嘅时候，我哋嘅堂庆嘅日子嚟到思考呢段嘅经文系十分合适嘅。有时喺我自己嚟到去想，诗人昔日佢走呢条嘅道路，要去耶路撒冷去神嘅圣殿，唔容易走。嗰条嘅道路充满石头，充满好多嘅沙土，亦都要往上嚟到去走。会系辛苦嘅。但系当佢哋去到呢一个耶路撒冷最高嘅地方，去到圣殿门口嘅时候，去到圣殿里边嚟到去敬拜嘅时候，嗰种嘅满足，嗰种嘅雀跃，我相信是文字难以形容。弟兄姊妹，在今天你和我都是在这里行走这条天路，都是往上来到去走。有很多的时候仍然一样，见到的只是弯弯曲曲的山路，见到的环境只是很多很多高高低低的山脊，没有很多的铺头，也都没有什么的店铺，更加没有好靓嗰个嘅酒店。但系弟兄姊妹，走呢条嘅道路虽然艰难，好似耶稣基督讲：你哋在世有苦难。不过神既然俾我哋有恩典，佢唔单止与我哋同在，佢更加让我哋众弟兄姊妹走埋一齐。佢将我哋摆喺同一个地方，摆喺同一个嘅世代。亲爱弟兄姊妹，在今日其实我们就是携手一起来到去行走这条艰难的天路。不过有一日，当我们去到我们的天国的时候，就好像诗人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种的满足，那种的雀跃，我深信你和我是从未经历过，亦都是文字无法子可以来到去形容得到。在今日，我盼望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好好地来到去思想，让我们一起携手来到去走这条天路，走得更加的轻松，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来到去相顾。昔日以色列人他爱耶路撒冷，让我们今日来到去爱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能够一起敬拜而雀跃兴奋。昔日以色列人赞美神，今日让我们同样来到去歌颂神，因为我们认识经历过这位的神而赞美歌颂他。昔日的以色列人为众民来到去祝福，你我今日应该亦都成为众人那个的祝福。愿意你和我因为饱饱尝透神的恩典而祝福其他的人，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让我们低头祈祷。亲爱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创造我们，你没有撇下我们，你亦都让我们不需要过孤单的日子。这条天路很多的时候是难行，正如诗人亦都讲，并不是花香上万的这条路，但是在这条路上只有你与我们同在，你与我们同行，亦都有弟兄姊妹同我们一起来到去同走天路，那就已经是足够。真的主啊，让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
越走越有力，越走越起劲，越走越能够紧随你自己的脚踪，愿意我们的一生真是成为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帮助在我们来紧的日子，我们求你继续来到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平安，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不是暂时的安稳，亦不是一种感觉，却是因为我们拥有与神和好的关系。祈求主坚固教会，赐下平安，使我们有力量为主作光作盐。我感激你恩情，你的手全对我宁，自太初应许的爱，我愿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我感激你恩情，你的手全对我宁，自太初应许的爱，我愿时常认定。我高呼你的名，这一生无尽供应，在岁月里你保守带领。寒冷冬天，四周多结冰，我倚靠着你热爱，风里驰骋。请我们一起为奉献来到献上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丰富的供应，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仍然健康平安，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我们又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去奉献。在今天我们将我们能够赚取的部分特别分别为圣来到献上给你，求你悦纳使用在圣工上面，
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你自己的祝福。亲爱主，我们恳求你自己不单止悦纳我们献上的金钱，亦都悦纳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现在是报告的时间，咁有几项事情咧，请大家特别嚟到留意嘅。咁倘若如果你有今个礼拜嘅周刊嘅时候，喺第二页仍然有李牧师嘅写嘅一篇文章，咁请大家留心嚟到去阅读啦。咁而另外咧，我哋粤语祈祷会喺礼拜二仍然会喺 Zoom 呢个平台上面嚟到举行。咁而我哋嗰个嘅 Zoom 嘅 ID 同埋密码咧，会以电邮嘅形式嚟到去俾大家。咁请大家预留时间一齐嚟到去出席。为教会为弟兄姊妹来到守望。另外呢，会的第二十期的主题我们改为耶稣平静风浪，而截稿日期呢会是6月7号，所以请大家争取时间踊跃来到去投稿，而稿件可以用电邮方式来到去寄给刊登了的电邮地址，多谢大家。另外呢，女长老咨询会议第二次呢，咁就因为疫情嘅缘故，咁我哋决定取消啦。咁但係委员会呢就想改用网上问卷嘅形式嚟到去听取大家嗰个嘅意见。咁所以呢，大家可以登入网页然之后填写嗰个嘅问卷呢会係十分嘅简单，唔需要大家太多嘅时间。咁而呢，大家请喺6月22号之前嚟到去交出你哋嘅意见。咁如果你哋有需要嘅时候，教会预备咗少量嘅影印本，咁可以大家返嚟办公室嚟到去索取。另外呢，我哋感谢主，因为我哋获得政府嚟到去资助两位儿童事工嘅练习生喺我哋教会嚟到去服侍。咁所以求主供应两位嘅年轻人，咁佢哋呢会帮助我哋嘅儿童事工，咁同埋今年嘅儿童暑期活动啦。咁如果需要详细查询嘅时候，请联络关杰玲传道。我嘅报告系咁多，其他嘅事项请大家留意我哋嘅周刊或者喺网上边嚟到去浏览。弟兄姊妹，请我哋一齐嚟到祈祷，用信心领受神嘅祝福。真爱天父，我哋感谢你，让我们真的知道你为我们预备了何等大的福气，你为我们预备了教会，亦都为我们预备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不至于孤单。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起行走这条天路的时候，能够彼此相顾，彼此相爱，以致我们越走越有力，越走越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教会有43年的时间，我们献上好深的感恩。我们恳求你在接下来的日子继续的来到去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你的荣耀。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提醒常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直至到永永远远。阿们。